是小朋友挺厉害的嘛，我看打得挺不错的。小伙子，我看你打挺厉害的，你练几年了？我练了四年。哦，四年啊。我练了一年，我感觉我能打赢你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嗯，我可是我们学校第一名。哦，你是第一名啊，厉害厉害，挺不错的。我打不赢你是不？对。你身上带钱了没？嗯，带了，只带了6块钱。这样吧，要是我能赢你，你请我吃个冰激凌，你敢不敢？敢。小伙子，四年练的水平可以啊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一年等于白练。面对疾风吧。小朋友，你什么情况？咋坐地上了？没事吧？哼，宝贝，宝贝。